各位主内弟兄姊妹晚安。今日是圣周星期四，今晚特别举行主的晚餐感恩祭，纪念耶稣在受难的前夕和门徒共进最后一次逾越节晚餐，建立了圣体圣事。耶稣甘愿为我们献出了自己的体血，使世人藉着领受他的体血而获得永恒的生命。弥撒后，圣体将公移到205室特备圣体小堂内，教友可随意留下朝拜圣体，直至午夜12时。听日圣周五同埋后日圣周六，圣体小堂将唔会开放。弥撒快要开始，请收敛心神，并将你哋嘅手提电话关上，以便弥撒能够顺利进行。多谢各位合作。各位组内的兄弟姐妹晚上好，今天是圣周星期四，今晚特别举行主的晚餐感恩祭，纪念耶稣在受难前夕与门徒共进最后一次逾越节晚餐，建立了圣体圣事。耶稣甘愿为我们献出了自己的体血，使世人接着领受他的体血而获得永恒的生命。弥撒后，圣体将公移至205室特备圣体小堂内，教友可随意留下朝拜圣体至午夜12时。明天圣周五及后天圣周六，圣体小堂将不会开放。弥撒快要开始，请收敛心神，同时请将手提电话关上，以便弥撒能够顺利进行。多谢各位合作。请起立。Thank you.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兄弟姊妹，今晚我们庆祝主的晚餐。主的晚餐是月节深日庆的一个开始，所以我们隆重的庆祝我们得救的一个奥迹。就借着这个礼仪，我们纪念那被钉、被埋葬和并复活起来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月节深日庆是教会最神圣和最隆重的一个礼仪，所以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灵去庆祝我们得救的一个奥迹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今天是我们庆祝主的晚餐。主的晚餐呢是逾越节三日庆的开始，所以我们隆重的庆祝我们得救的奥迹。就接着这个礼仪的纪念，我们纪念那被钉、被埋葬，同时呢后来复活起来的主耶稣基督。逾越节三日庆呢也是教会最神圣和最隆重的一个礼仪，所以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灵去庆祝我们得救的一个奥迹。现在让我们大家认罪，跟着来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Thank you.
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我们今晚参与这至圣的晚餐，这是你唯一圣子在舍身至死的前夕所托付给教会，作为万古常新的祭献，也是他爱的呈现。恳切求你，赐我们从这如此伟大的奥迹中，汲取圆满的爱德和生命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攻读出谷记。那时候，上主在埃及国训示梅瑟和亚郎说：你们要以本月为你们的正月，为你们算是一年的首月。你们应训示以色列，你们应训示本月十日，他们每人照家族准备一只羔羊。一家一隻，如果是小家庭，吃不了一隻，家長應和附近的鄰居按照人數共同預備，定照每人的飯量估計當吃的羔羊。羔羊應是一歲無殘疾的公羊，要由綿羊或山羊中挑選，把這羔羊留到本月十四日。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体会众便将这羔羊宰杀，各家都应取些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的两边门框门和门楣上。在那一夜要吃肉，肉要用火烤，同无烤饼及苦菜一起吃。你们应这样吃，束着腰，脚上穿着鞋，手里拿着棍杖，急速快吃，这是向上主守的逾越节。这一夜我要走遍埃及，将埃及国一切首生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要杀死。对于埃及的众神，我也要严加惩罚。我是上主。这血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，当作你们的记号。我打击埃及国的时候，一见这血，就越过你们，毁灭的灾祸不落在你们身上。这一天将是你们的纪念日，要当作上主的节日来庆祝。你们要世世代代过这节日，作为永远的法规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我们就是借那祝福之杯，共结合于基督的血。我们就是借那祝福之杯，共结合于基督的血。我应该要怎样报谢上主，感谢他赐给我的一切恩友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着，我要呼吁上主的名号。我们就是借那祝福之杯，共结合于基督的血。上主的圣者们的去世，在上主的眼中十分珍贵。我的上主，我是你的仆役，是你疲累的儿子，你解除了我的锁链。我们就是借那祝福之杯，共结合于基督的血。我要向上主献上赞美之祭，我要呼号上主的名字，我要在众百姓面前向上主还我的誓愿。我们就是借那祝福之杯，共结合于基督的血。
恭读圣保罗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，我也传授给你们。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就谢了，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牺牲的。你们应这样做，为纪念我。”晚餐后，又同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次喝，应这样做，为纪念我。”的确，直到主再来，你们每次吃这饼，喝这杯，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赞美你，光荣你。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约望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在逾越节庆日前，耶稣知道他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已到，他既深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正是晚餐的时候，魔鬼已使伊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达斯决意出卖耶稣。耶稣因知道父已把一切交在他手中，也知道自己是从天主来的，又要往天主那里去，就从席间起来，脱下外衣，拿起一条手巾束在腰间，然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开始洗门徒的脚，用束着的手巾擦干。及至来到西门伯多禄面前，伯多禄对耶稣说：主，你给我洗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：我所做的你现在还不明白，但以后你会明白。伯多禄对耶稣说：不，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。耶稣回答说：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。西门伯多禄于是说：主，不但我的脚，而且连手带头
都給我洗吧。耶穌向他說，沐浴過的人已全心清潔，只需洗腳就夠了。你們原是潔淨的，但不都是。原來耶穌知道誰要出賣他，所以才說，你們不是所有人都是潔淨的。及至耶穌洗完了門徒的腳，穿上外衣坐下，對門徒說，你們明白我給你們所做的嗎？你們稱我為師傅為主，說得正對，我原來是。如果我為主為師傅的給你們洗腳，你們也該彼此洗腳。我給你們立了榜樣，叫你們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。上主的福音。基督，我們讚美你。今天我們慶祝主的晚餐，在晚餐中耶穌建立了聖體聖事，一個愛的聖事，同時耶穌都建立了施舍這個聖職聖事。今天都是施舍日，請各位教友呢都為所有的施舍神父們祈禱。耶穌在猶太人的大節日逾越節當中吃飯的時候建立了這個聖體聖事。我們可以說這個聖週四呢，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，就是禮物。在兩三年前的聖誕節24號，我曾經唱過一首歌叫做《一件禮物》，這件禮物就是耶穌基督。今天的這個主題我們都可以說是一個禮物。在保祿中途自格林多人書當中這個第二篇讀經，我們可以思量到耶穌基督在聖體聖事中的這一份禮物。每當我們舉行聖體聖事的時候，耶穌都會到我們面前跟我們說，這個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而捨棄的。很多時候我們總是以為耶穌給我們這一份禮物呢是理所當然的，因此今天是一個好的機會，讓我們重新的去認識和珍惜耶穌給我們這一份偉大的禮物。祂顯於面餅酒下做我們的這個神糧，滋養我們生命的旅程。在福音當中，耶穌通過他的門徒和門徒洗腳，賜給他們這一份愛心的獻禮。雖然今天我們沒有舉行這個洗腳禮，但在耶穌和門徒洗腳的這個背景、文化背景當中，為人洗腳是一個卑微仆人的任務。百多六反對耶穌為他洗腳，因為是主，是師傅，不是仆人。然而呢，耶穌堅持要做，因為他要他的門徒去理解作為門徒的意思是什麼，即是不是主宰，而是服侍。耶穌謙卑自己，他空虛了自己和天父分享的這個榮耀，他彎下腰撫摸和清洗那些就快要背叛離棄否認他的人，
他们穿着凉鞋，有尘土飞扬的脚，污糟的脚，耶稣清洗他们的脚。他谦卑的跟我们人一样，因罪而参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一样。更加谦卑的是，他非常乐意的为我们，为所爱的人所有做这些事情。耶稣说，我为主为师傅的为你们洗脚，那你们就应该彼此的洗脚。我给你们立了这个榜样，为叫你们都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一般上，这个为一个骄傲的人性来说呢，是不可能的，去为人家洗脚，或者是都很难做得到。但是耶稣要我们彼此的洗脚，什么意思呢？换句话，他要我们的是彼此的服务，彼此的支援，彼此的支持，彼此的生活在一起。不单只是同辈之间的这种服务，都是一些做领袖的、做头的，要为他的下属去服务，不是指挥人家去做事，自己一个手指都不动那种。耶稣放下他的荣耀，取了饼和酒的形象，在圣体圣事中以谦卑的形象呢，将自己给了我们。他命令我们，你们拿去吃吧，这个是我的身体。当我们吃这个饼、喝这一杯的时候，我们身上就带有耶稣基督的死状，为使耶稣基督的生活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以及耶稣的谦卑和爱。这个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节，我们可以回去看。所以加拉达人书所说的，我生活已经不是我生活了，保罗说，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了。我今日喺我现今喺肉躯内生活，系生活对天主子嘅信仰内，即系话耶稣住喺我内，我住喺耶稣内。所以当我哋分享耶稣嘅体同血嘅时候咧，唔再系我自己一个人啦，系耶稣同我哋喺埋一齐啊！呢个系几高贵嘅。所以耶稣都圣化了我们每个人，在我们的血里都流着耶稣的血。我们的会祖歌学艺司机写给主徒会的家训中写到，他说在圣体内可以看到最大的爱德，都可以发现到最深的忍耐。圣体是爱情最热烈的一个奔放，无法想象比这个更热烈的爱情了。所以耶稣我们看到他说他爱他的门徒爱到了极点，就交付了自己，同时呢都拿他的身体作我们的食粮。所以圣体是一个谦卑最深的一个表现，比这个更深的谦卑是不可能能够设想到的。还有比圣体面型更脆弱的吗？更谦卑的东西吗？郭行艺书记再说，可是我们可以问，还有什么比圣体更伟大的呢？他又是最谦卑的，但又最伟大的，没什么比圣体更伟大的了。因为在一个细细的饼当中，藏有创造天地、保存万物主宰的主耶稣基督。
在这个脆弱的外表藏有最大的能力，在这个帐幔的后面庇耀着天主子，是普照每一个人进入现世之人的真光。今天耶稣再次的召唤我们去跟随祂，跪下和别人洗脚，以爱心服务其他人。从今天起，当我们每一次参加弥撒领受耶稣圣体的时候，在耶稣在主前谦卑我们自己，去拥抱最伟大和最谦卑的主耶稣。每次我们来领圣体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心态的呢？吃块饼，吃耶稣圣体，或者我们有没有心理的准备啊？或者我们上来领圣体的时候，我们的姿态是什么的呢？很多时候神父给了圣体之后，放在手上，应该我要拆口罩都是要手恭敬的，不是拿着那样揈下揈下这样还、哦、先摆落口落去。我们有一个这么大伟大的一个圣事给了我们每个人，所以我们要珍惜。今天耶稣是给了我们一个最伟大的礼物、啊、说了这么多你不记得不要紧，你记得耶稣在我们生活中是我们的一个礼物。同时耶稣都要我们彼此的洗脚，彼此的服务，同时都要以一个谦逊的心态去迎接祂，去学习祂。这个就是这个主的晚餐今天给我们的信息。今天我们庆祝主的晚餐，耶稣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，在吃饭的时候建立了圣体圣事。今天耶稣基督也建立了司铎圣职，有了圣体圣事才有司铎圣职。所以呢，也请各位教友为所有的神父们祈祷。圣周是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，那就是礼物。记得在两三年前圣诞夜的时候呢，我唱过一首歌，就是一件礼物。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礼物。在保禄中徒至格林多人前书第二篇读经当中，我们思量耶稣在圣体圣事中的这一份礼物。每当我们举行圣体圣事的时候呢，耶稣都会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耶稣给我们的这一份礼物呢是理所当然的，因此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重新认识及珍惜耶稣的这一份伟大的礼物。他显于面酒形下，做我们的神粮，滋养我们生命的旅程。在福音当中，耶稣通过给门徒们洗脚，赐给他们这一份爱心的献礼。今天我们虽然没有举行洗脚礼，我们知道在耶稣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，为人洗脚是一个谦卑仆人的任务，所以伯多禄反对耶稣给他洗脚。然而耶稣坚持的要这么做，因为他要他的门徒理解作为门徒的意义是什么，不是主宰别人，而是服侍。耶稣谦卑自己，他空虚了自己与天父分享的荣耀，他弯下身子抚摸以及清洗那快要背叛他、抛弃他、否认他的门徒，他们穿着凉鞋、尘土飞扬的脚。他谦卑的和我们人一样，因罪而参与了
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他跟我们人一样，当然耶稣没有罪。更谦卑的是，他非常乐意为我们，为所爱的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。耶稣说，我身为主，身为师父的给你们洗脚，你们也该彼此的洗脚。我给你们立了榜样，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为我们骄傲的人性是不可能的，谦卑自己有也是很难做到的。你们要彼此洗脚，换句话说，你们要彼此的服务，彼此的支援，彼此的支持。不单是同辈之间的彼此服务，也告诉做领袖的、做头的，要为他的属下不只是指挥他们做工，也要为他们服务。耶稣放下了他的荣耀，取了饼跟酒的形象，在圣体圣事中以谦卑的形象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。他命令我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当我们吃这饼饮这杯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就带有耶稣的死状，为使耶稣的生活也彰显在我们身上，以及耶稣的谦卑和爱。哥林多人前书第四章第十节。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。我现今的肉身在肉身内生活，是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之内，也就是说耶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。主徒会的会主刚恒义书记呢，在他的家训当中这么写道，他写给我们每一个会士，他说，在圣体内可以看到最伟大的爱德，也可以发现最深的隐退。圣体是爱情最热烈的奔放，无法想象比这更热烈的爱情了。圣体也是谦德最深的表现，比这更深的谦德也是不能设想的。还有什么比圣体这个面形更脆弱的呢？更卑微的东西呢？可是我们也可以问，还有什么比圣体更伟大的呢？没有什么比圣体更伟大的了，因为在这小小的一个面形下呢，藏有创造天地的、保存万有的主宰耶稣基督，在这脆弱的外表下藏有最大的能力，在这帷幔之后，在这帷幔后面呢，辉耀着天主子，是普照每一个人进入世界之人的真光。所以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人所付出的是那么的伟大。今天耶稣也再次的召唤我们去跟随他，跪在别人脚前去彼此服务，用爱心的服侍。从今天起，当我们在弥撒当中领受耶稣圣体的时候呢，在主前谦卑你自己，去拥抱这伟大而最谦卑的主耶稣基督。在今天讲了很多，但是重点的我们要想是，耶稣是我们给我们的人的礼物，他给了我们他自己，也把他的体跟血留给了我们。同样耶稣 要我们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服务，彼此的洗脚，彼此的支持，同时学习耶稣的卑微谦卑。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学习耶稣，不要只是高看自己，否则呢，我们也就成了一个骄傲的人。
当我们在今天晚上领受耶稣的体时候，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他的爱，学习他的谦卑及牺牲。信友祷文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在被交付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说：这就是我的身体。晚餐后又拿起杯来说：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。现在我们以诚恳的心情共同祈祷。请为普世教会祈祷，求主广施恩宠，使教会内所有成员常能以言以行实践基督爱的诫命，彼此团结互爱，以达成基督愿众人合而为一的遗愿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扶持我们。请为世界和平祈祷，求主唤醒世人的良知，了解人与人、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爱、宽恕与修和的重要，为缔造和平献出一己的力量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扶持我们。请为中国教会和信友祈祷，求主助佑他们坚定信仰立场，忠于基督徒的使命，以身体力行，把信仰之光带给身旁的弟兄姊妹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扶持我们。请为所有基督信徒祈祷，求主加强我们爱主爱人的心火，使我们的信德常在实践爱德的行动中活现出来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扶持我们。请为所有病者和亡者祈祷，求主恩赐病者早日痊愈，亡者灵魂早登天国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扶持我们。现在让我们默静片刻，为各自心中意愿向天父祈求。恳求天父按照您的圣意垂鉴我们以上无声的祷告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扶持我们。上主，求你把爱人的热火赐给基督信徒，使你的教会借着他们的善行引导更多的人认识基督。他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Thank you.
望全能的天主圣父降临我和你们共同奉与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我们每次为纪念你圣子的牺牲而举行圣祭，你就向我们履行救赎的工程，恳切求你使我们能相称地参与这神圣的奥迹，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你们同在，也愿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便有助我们获得救恩。基督是真实的永恒施祭，制定了长存的祭礼，他首先将自己奉献给你，作为救世的祭品，又命令我们为纪念他而举行同一祭献。我们领受他为我们牺牲的身体，就获得力量；喝了他为我们倾流的血，就涤除罪过。为此，我们随同天使、众领天使、上座者、罪祭者和全体天君，歌颂你的光荣，不停地欢呼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所创造的万物理当赞美你，因为你借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以圣神的德能养育圣化万有，又不断为你召集子民，可能时时处处向你呈上纯洁的祭献。上主，所以我们恳求你借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这些礼品，使它成为我们的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，我们遵照他的命令举行这项奥迹。他在被出卖的那天晚上，拿起面饼，感谢歌颂你，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，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感谢赞颂你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尊大的奥迹，纪念你的圣子为拯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升天，并期待他再度来临，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。
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，并接受这赎罪的牺牲。求你使我们借你的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，并充满他的圣神，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。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，得与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、圣母的敬佩圣若瑟、你的圣中徒及光荣的殉道者，以及全体圣人共同聚成天国的产业。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。上主，但愿这与你修好之际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，并使旅途中的教会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主教多马斯、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，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。你既愿这大家庭势力在你台前，求你也抚允全家的愿望。仁慈的圣父，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。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、已亡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，恩准他们进入天国。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因为你借着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。愿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，一连和神圣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信誓，又诚挚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你在天上。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
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就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永生永王。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，与你心灵同在，请大家互祝平安，祝大家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全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心灵准备好的天主教教友，请前来领受耶稣圣体。还未领洗的朋友，如果愿意接受祝福，请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前来领受神父的祝福，或请就坐。心灵准备好的天主教教友，请前来领受耶稣圣体。还没领洗的朋友或愿意接受祝福，请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前来领受神父的祝福，或请就坐。神领圣体经，我的耶稣，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，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。我拥抱你，完全与你结合，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，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。
请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我们于此现世从你圣洁的晚餐得到滋养，求你赏赐我们来日也能堪当饱享他永恒的圣宴。他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大家面向聖體小堂。